转移之上讲，就是 compactness， 可以讲一些例子，讲一些 compactness 的例子。他举了一个不是 compact 的选择例子。这个，他说这个群啊，它永远是 determining 的，但是呢，它的那个 n 可以是无限大，所以说呢，如果你做一个非常简单的 k 的距离，就是看它跟原点的距离，把它给无限大，所以它不是紧致。然后呢，他用了他用一些文字的方法来证明说那个 ON 跟 SON 是也是紧致的，但是他讲的也不是很清楚。理论上要怎么证？他是说，譬如说你想证 ON 是紧致的，那你要证它是 bundy close。那如果我们要证 close 的话，那假设有一串的 AN 都是属于 AN 都属于 ON 的话。他说现在假设 AN 收敛到 A 嘛，那就是说 AN 减 A 的距离会越来越小，趋近于零。然后呢，他说我们要证的就是这个 A 它也会是一个满足 ON 的性质，就是 A。如果你对每一个 AN 都等于一的话，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证法的基本方法就是 A。你要考虑说，如果有两个有一串的那个 matrix 的序列，它会靠近某个矩阵的话，你就是考虑它，就是你的距离就是 AN 的 di 这个元素减加 A 的 di 这个元素，然后把这个的距离，就是其中有距离，这个就是你最后你收敛到的东西跟你每一串的序列的差。那我们要证明说，这个东西趋近于零的时候，里面每一个元素也会都趋近于零。换句话说呢，我们要证明对任何一个矩阵里面的元素呢，它零矩阵的距离是 sigma b n n。那如果这个趋近于零的话，那么每一个 BN 也要都趋近。这个其实就很简单，因为这个就是，你每一个都不趋近于零的话，那这不怎么可能趋近于零，你就是恒正，所以这就还非常小。当然他这边只是用文字带过去而已，我觉得他讲的也不是很清楚。理论上，如果要演成正理。你就要先确定你的距离是什么东西。那也许我们接下来谈到一些 SON 跟 UN 之类的例子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容易知道，就是说它的大小到底是怎样。我们现在先不谈它大小的值是多少，然后知道它是有限的大小。然后再谈一只式之前，一只式它谈。connectness。谈一致式之前，我们先对一些简单的矩阵做一些简单的群做一些概率性介绍。我们先取一个最简单的群，叫圆群。圆，那不用啊。最简单的理群叫圆群。我们那边取其中一个点，圆上面的其中一个点，这个圆大小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你是一个群，所以你至少要有一个单位元在这里。然后呢，你对任何一个 A 在点上 ，B 在点上，那 A 和 B 的定义就定义为这个角加这个角。所以假设这个角是阿尔法，这个角是贝塔，那 C 的角就是阿尔法加贝塔。那为什么我们
你们有没有在哪里看过类似的东西？就是，对，它是复数的乘法，它跟复数的乘法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不依赖复数也可以定义这个东西。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一个离群？你要证明就是它是一个微分流群。所以这些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要看它是如何用很多的那个 ogee 的空间的小区块把它包起来。那我们就这样子，四个东西把它包起来，你就这样子投影下来，投影。那这一段上面那个上半圆，它就投影到这一条。譬如说这个半径是一好，这负一，是啊，R 一，好，然后再来是这一段，这一段，投影到这一条。然后呢，在这个。R 一的此空间，看这个 R 一的此空间，它们重叠的部分是哪里的？这一块。所以呢，它们就是每个地方都有重叠，这个和这个就是重叠这个，所以它整个圆都包起来，所以它就是一个流形。我们知道这个跟复数的乘法非常非常相近啊。我先。想到复数的乘法，我们想到一个很有名的公式，这是哪一种？口塞提坦，加 SI 提坦，那这要怎么证明？泰勒展开，对，通常用泰勒展开去证明，就展开，然后这个也展开，这个展开，然后去比对一下，不考虑这个收验性能麻烦问题，但是呢，这个是一个。代数性的观点去看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用一个几何性的方法去看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用代数啊，我们就无脑算一下，然后就可以算出这个。可是我们看不出这个式子有什么几何意义啊。那我们现在考虑现在从原点这一条，在坐标上面10，这个当做群的那个单位，然后呢，我们考虑它。稍微的转一点点，转这样，那是不是它就差这个小小的一段？那如果呢这个角越来越小的话，当 h 趋近于零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位移这一段就会呢几乎是垂直于你的半径，所以说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在很小、角很小的时候呢，那它，我们用 r 西塔来做这个这一条，它转了西塔角的之后，那 r 西塔呢对一去做旋转之后，会约等于什么？会约等于原本的加西塔，再乘以它90度，就是转二分之派度。就是在角非常小的时候，它就几乎它的位移，它就是一个垂直的上去。那是 r 西塔是定的。r 西塔就定做于它这个有箭头的箭号的这个一去做了一个旋转的西塔角。然后呢，我们把。假装我们最后转到很远的地方，总共转了对，转了阿尔法角。那其实转了阿尔法角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一次转一点点，然后再转一点点，再转一点点，一直累积同样的方法去转它。所以我先把这个阿尔法角分成 n 等份，对，然后。这是转一次哦，然后你转 n 次之后，大约就会等于这个 r 转了阿尔法角。我们用一块先把它分成 n 等份，然后一次转那个 n 分之阿尔法角。可是这个地方只是近似而已，因为它在很小的角的时候才这个式子才会成立。然后现在我们让这个 n 越来越大，
那这个就会趋近于什么 exponential， 因为你知道那个 exponential 公式就是从这里来的，阿尔法，排分之二。也就是说呢，我们把转了90度的这个运算值，跟转了任意度的运算值建立了一个关系。而且呢，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看出来它的结论是什么，就是呢，你转了无限小的角的时候啦，那它就会切向，因为你知道那个 exponential 的特殊性质就是你微分之后会等于自己，然后再乘以一个 i。也就是说它的变化率呢就是自己去乘以90度，因为乘以 i 的话就代表它是转90度。然后呢，我们对于任何的一个复数来说，我们要怎么用一个运算值一个矩阵去表述一个复数，它对于它乘以，比如说这个是一，在复数平面上这个地方这个是一嘛，这是 i 啊，然后是负一，然后要怎么去表述它是转，比如说转到这里，那我们知道它就是对任何一个复数 c e i t 除以 c， 属于 c 啊，然后其他三实数啊，它转了之后就是 e i t 去乘以一。就会等于，就等于我们最后转到那个地方，就是算交 A。那如果我们要用二乘二的矩阵去表述这件事情怎么做？我们刚才知道它是一个 exponential 乘以 r 90度的，那转90度之后呢，矩阵要怎么写？会吧，转90度的矩阵，是不是就是 x 的基底去转90度之后变成10，转了之后变成01嘛？你这边塞01嘛，然后01转了之后变成-10，塞-10。所以也就是说呢，你转90度的矩阵就是长这样，你就把这个塞进去。然后塞进去之后，你就直接把它带到 exponential 里面了。那其实我们就知道，如果我们把这个取名为，比如说大 i 好了，那它就满足 i 的平方会等于负 i， 因为它就是乘以 i 小 i 的那个作用。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就可以看出李群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就是它用一个很小的理群的元素的作用去构造出整个大的理群，就是说应该说严格来说是无限小的理群的元素去构筑出整个大的理群。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它的这个 r， 在这个例子里面这个 r 取名为它的理代数的成员，因为如果你是三维的旋转的话，那它可以往 x 方向转、y 方向转、z 方向转，所以你这个 r 会有三个无限小的旋转。但是这个是后面要讲的，但是如果有了这个思想的话，那么这个 exponential 出现就变得非常非常自然。也就是说呢，对任何一个理群 g， 我们可以借由考虑它的那个切，就是在原点，在单位圆那边附近的切向量去得到一个理代数的元素，就是它的 infinitesimal generate， 或者说呢，假装它在那个小任何一个理群，它里面元素 g 可以在那个小范围内用一个 s 来
来做参数化，哦，那么你把它解掉 identity， 然后再解掉 s， 然后取 limit s 到零，就得到它的 infinitesimal generator， 就这样啊。你对于任何三维的旋转、四维旋转都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是圆群。它是同构于，所有的单位的那个复数，也就是一维的满足 z 大 z 等于一。那它是一个什么群的元素呢？当然就是 U1 的元素，因为它是。U1 的定义就是 unit， 那如果里面只有一个复数的话，那当然它是退化成这个样子。所以说呢，也就是说圆群是同构于这个 U1。有学过同构吗？好 ，isomorphism。好，我讲一下 isomorphism 跟 homomorphism 的差别。Isomorphism 就是当你两个群在比较的时候，那它如果群一，然后 G1 结束，如果你 G1 可以弯弯，就是如果这个 G1， 就是说假装这边有 G1 G2 吧，那边 G1 G2 吧，就是说如果 G1 不等于 G2 的话，那么 G1 反而也不会等于 G2， 那就是说它是一对一的，那这个就是一个 isomorphism。如果它不一定是一对一的话，那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 homomorphism。譬如说，我们把全部的 G1、G2、G3 全部都 map 到这个大 G2 里面的 identity， 那么它就是一个 homomorphism。除非它这边也是一只有一而已啊，不然它就不会是 isomorphism。那 iso 就是你那边布丁在没看到什么 iso 就 iso 多少？就是精致造法，就是它不会变，它不会减少什么群，所以它的 homomorphism 有可能会让整个群的大小变小。我们知道这个圆上面的每一个点都可以跟一个unit 的 compass number 做对应。同时呢，我们刚才呢也用一个二乘二的矩阵，exponential。2 r 2，那我们直接就把刚才这个 r 派分之二，我们刚才把它取名叫 i 嘛，那它是我们就带欧拉公式，就得到 cosine theta 加大 i sin theta， 对不对？你只是把矩阵带进去而已，那你用跟原本的阵法一样，就得到这个式子。然后一样，它是不是也是一对一的去对应这个圆上面每一个点？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矩阵？这个东西，其实这个是 identity matrix， 这是一个二乘二的矩阵，它可以写成这样 ，cosine，sine，cosine， 就是它可以写成一个二乘二的矩阵，然后你透过一个它对一零的作用，你把它 map 到圆上面的一个点，是一维嘛 ，S 一嘛，你 map 到 S 一的点，而且是一比一的，所以它也是同构于 S 二。为什么不是 O 二是 S 二？因为你们现在这边只有旋转，你 O 二的话你。如果会包含的近似的话是不可能，应该是不连续的。我们这做的都是连续的，不可能会跳。而且这对啊，这个底特也是一样。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然后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个星群的定义，我们记得星群的定义是什么？星群。
琴曲，琴曲我们定义一个它的二次形式叫做 omega xy。然后也会保有它原本的 G， 然后就这样的 G 是通常是定这样的，但是你只要你其实 G square 等于负一就行了。我在想要不要谈一下这个跟 哈米达就是古典力学的关系。嗯，这个移到最后再讲，因为这个课本没写，但是可以很自然的。知道它跟古典力学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一至四的 Calamus。Proposition 一至八。他说呢，如果你在 G 里面呢，随便的取一个包含着 identity 的那一个 component， 也就是说呢，它 G 可能长这个样子，所以，然后呢，就是它有很多块，它可能是彼此都不连通的。但是呢，其中有一块单包含的这个 identity， 那么这一块就是这个 G 的子群。那如果我们要证明的话，这个话，那么我们就要先严谨的定义一下什么叫做连通。其实连通还有另外一个词叫道路连通。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因为它定义的是这个是一至八上面，一至 definition 一至七，在这本书里面都没有差别，但是在一些比较奇怪的拓扑空间里面会有差别。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不加分辨这两个东西。Containment connected 的话，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它们之间呢，它们可以分成两块，互相没有交集的，我记得是开启的，就是你这两块互相没有交集。那 path connectivity 呢，告诉你说，对任两个点，在这个集合里面的任两个点来说，我们都可以做一个连续的线，连起来。那其实，在我们这本书里面，这两个是等价的，但是因为我们不会去考虑那些非常奇怪的情形，就是你人为构造出来一些奇怪的拓扑空间，有可能这两个不是等价。分成两块是，分成两块是 disconnected。那你就说不要分成两块，这样一个题。我们现在要证明它的这个 proposition 一至八，也就是说呢，对任何的里面拿两个东西出来，比如说 A 和 B 好了，这地方可以是抽象群元素，也可以是 matrix。那如果它是 path connected 的话，那在这个它也会满足结合律，也就是说，如果 A 乘以 B 等于 C 的话，那么 C 也会在这里。我们现在要证明就是这个，那要怎么证明呢？那其实方法就很简单。首先呢，我们先知道它是 path connected， 所以一定可以从 A 连到 E。我们要连过来，然后呢，一定也可以从 B 连到 E， 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定义一条线 AT， 它在 T 等于零的时候，它在 identity； 那 T 等于一的时候，会在 A， 这条是连续的线。然后呢 ，BT 也用一样的方法来定义，就是说 t 等于零的时候，它等于 identity， 然后 t 等于一的时候会等于 a。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两个乘起来，就得到 at 乘以 b， 因为两个连续的东西乘起来还是会连续的，所以呢，在这个呢，那我们带零的时候，带零的时候叫 identity square 嘛，所以就是还是 identity， 然后带一的时候就会连到这个，连到 ab 嘛。就等于 C 嘛，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从 identity
连出了一条线，连到了 C。所以我们知道 C 也是在这个 component 里面，比如说这个 component 是一个举式子群。比如说你要更严谨，你要把封闭什么什么都正，但是封闭你，封闭你就顺便正了嘛，然后反元素应该也很好正，就倒过来了，你就把方向连回去。你要正的是A 的话，那 A 负一，那它应该大群里面应该应有，就类似于这个，然后把 B 改成 F。或者是怎么看出来 C 也落在 C 也落在里面。我们建立一条从一连到 C 啊。哦。Connect component 的定义就是所有可以从 identity 连出去的东西啊，所以 C 也是在那个 component 里面。真的啊 ，C 是已知的，是不是 ？C 是 A 乘 B， 可是它可能在里面，可能外面。我们现在证明是它在那一块里面，因为你这个群有可能彼此都是不连通的，所以呢，每一块有可能。没办法，因为你住在这里，你永远没办法跨到这里。我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不连通的例子，就是我们上次提过的 SO， 然后它其实可以跟我们刚刚原群的类似，我们可以给它跟双曲线做一对一的对应。那如果呢，我们把这边10对 SO 11做一个，就是我们把一样 map 到2×2的矩阵，然后对10去做的话，那它只会在这边移动的。我要想一下，理论上它应该长这样，但是这样是不是穷尽了它所有的群的元素？就是左边这一块，因为我觉得它应该长有两块，也是 O1 就是。我现在想一个例子，但是感觉它也可以只有一个，那我们用 OEE 好，那就可以多一个层次方向近色，那这里到这里的话一定是不连通的，不可能并过去，就它两个 component， 那至少这边是它的子群，这一条还有这条。这一条没有 identity， 所以它不一定上去，但是这一条一定是。然后呢，接着他要证明的就是 GLN。也是 connected， for position。这个1×9 GLN 也是 connected 的，就是 GLN 你通常就是你随便填一堆数字进去嘛，对。那但是它唯一的限制条件是 determine 不要是零，那是从 V 到 V 的 linear 内。好，所以我们就从头到尾就很小心的，不要让它的那个，让它会等于零就好。他用到一个定义，他说任何一个 GLN 里面的矩阵都可以，就是线性代数里面的一个定义，就是都可以用相似转换变成一个长成这样的形状，就是对于任何 A 属于 GLN 都可以做找到一个相似转换 C B C 负一。然后呢 ，B 是满足这样的形式，就是上三角矩阵。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定理应该就是等价于那个正交化，就是那个 Gray-Schmidt 那个正交化定理，你可以找出一个正交。那因为这是线性代数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不提。然后说呢，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上三角矩阵。首先我们要怎么做去知道它是对它是连通的，它首先它好像是先把
先把我们先把这一串串干掉。嗯，所以它是在这边每一个都乘以一个函数，每一个元素都乘以一个函数，就是一减 t。然后就是这上就是除了主对角线右上角的东西，全部都乘以一个一减 t。然后呢，当 t 等于零的时候，就等于一嘛。然后当 t 等于一的时候，就等于零。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就从 b 一连到，就建立了一个从 b 连到 b prime， 就说零哦。从这个连到这个的其中一条路。然后呢，我们现在再想办法把这个连到 identity 就行了。那怎么把这个连到 identity？其实就没有那么难，你就随便的定义一个会从零到一的，你就定义一些那个任何一个 lambda i t， 它在零的时候会是一，然后一的时候会是 lambda i 的任何连续函数都可以。那你现在要注意的就是它的那个 determinant 永远不要是零。就行了，你只要这里全部任何一个都不要这里就行了，就这么简单。那你就知道它可以如果对应到某什么 manifold 的话，它就是一个连通整个一块的，不是分成很多块。有一个在物理上非常有用的那个群，它就是分成很多块，就是 Lorentz group，Lorentz group 它是分成四块，分成determine 大于零，determine 小于零。然后时间上是正的，还有时间上是负的，是四块。然后他又讲他，然后他讲完一个那个 connected 的例子，我们现在讲一个不 connected 的例子。那 proposition 十是正 SLNC， 那呢这个就很类似啊，这个我就很不正。就正一个不 connected 啊 GLN 加啊，还有 GLN 减 GLN 加和 GLN 减，这两个都互不连通。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要建立一个任何一个从 GLN 加，就是底特名大于零，一直到底特名小于零的地方的话，那么它一定会经过那个底特米的零的地方，所以那个点的话，你是一个连续的函数啊。你把 matrix map 到 R 上面是一个连续的，然后呢你一样，你是把 matrix map 到这里，它也是一个连续的。所以呢，这边是连续的，然后到这边的时候，你往前走的时候，那就回去也一定是连续的。然后你到这边的话，一定会被堵住，绝对就不可能建立一个从这里到这里的连续的。哦，它，那我们要怎么证 U N 跟 S U N？他就是说呢，你现在对任何 u 属于 u1 的话，他就可以把它有一个定理，一样是线性代数里面定理，你可以把它写成 exponential 一 exponential 二，你可以借由那个相似转换把它 map 成这个样子。然后呢，你接下来要把它弄成零，怎么做呢？就很简单，就那个乘以一，哦，它就在零还有一的时候会连到来等等。就这么简单。其实那个 Hermitian matrix 就是说这个 U1 或 S1 我说过量子力学里面重要的是 Hermitian matrix 一定会有一个可以对角化的基底，这边是正 U1 有点类似。
我们就休息一下，休息两分钟。下一单一只五，他讲其实是跟上一单一样，他也是讲他的拓扑性。啊对，对他讲说呢，一个群怎么样才是单连同的，简单连同，就是说呢，你任何一个线一个圈的，在这个群里面，如果他可以。比如说你从这边做一个参数化，绕这里绕一圈，然后呢你让它慢慢 shrink， 你把它越来越缩小，如果呢它可以缩成一个点的话，就是单连。我看一下 definition 意思上 ，a match three group G set simply。对，可以 shrunk continuous to point。其实我们如果要严谨的定义的话，要告诉我们说什么样的两条线，就是说它怎么样，这个线在缩小的时候，这一条和这一条之间是如何才叫做接近。我看看它怎么定义的，他说 more precisely as soon as G is connected。对任何 path 来说，有一个 continuous function。哦，我懂了。他说，假装呢，你把做这个做参数的话，在零的时候重新复返，然后呢，在一的时候跑回来，跑到这个地方。那同理，这个也是你一样，就做另外一个参数的话，在这个点。那这边的话，你可以把它写成，譬如说 ft 啊，然后这边是 g， 然后呢，你再多添一个参数 s， 使得呢，当 s 等于零的时候，它那一圈是 f。当 s 等于一的时候，哦，不一定要零和一啊，就两个数字就好，连续的时候，它会跑到，它这个函数会变成 g 啊。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建立一个 a， 就是都是连续的，使得 hts， 使得呢，当 s 等于零的时候，会变成 ft， 当 s 等于一的时候，会变成。就是一个比较精确的那个定义，然后呢，大家就列了一个表，说什么样的群是单连的，哪些不是。然后呢，这边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观念，就是 fundamental group， 基本群。啊，这个其实还是托福的东西。他这边就提一下，那什么叫做一个基本群？我举一个例子，就比如说这边有一个甜甜圈球，它有什么本质上的？甜甜圈有动嘛，然后球没有动。那如果你是坐在一个甜甜圈上面的蚂蚁的话，蚂蚁就是坐坏甜甜圈，没有蚂蚁，没有动，但是对蚂蚁来说，蚂蚁就在这边附近走啊。他哪知道远方有什么动物呢？所以说呢，他们的差别不是局部的差别，是整体上面的差别。也就是说呢，除非你走遍整个球和整个甜甜圈里，根本不知道这个里面有什么本质上面的差别。那现在有一只蚂蚁，它就
绕这边，绕这个球这样走。然后这只蚂蚁它也会绕球这样走。然后呢，它这个蚂蚁呢，它就一直往上走，然后在地上画圈，然后一直画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的圈。然后这球上的蚂蚁发现一件事情，哎，它这个圈缩小的时候呢，最后会缩成一个点。结果呢，甜甜圈上面的蚂蚁，它不管怎么缩，这个线啊都被慢慢缩成一个点，因为到这边就到这边，到那个内圈的时候，它就没办法再缩了。那你要么就变大，要么就。然后呢，甜甜圈上面又有另外一只蚂蚁，它沿着这个是横的嘛，它沿着这个直的绕了一圈，就它发现它这个是圆的，也没有办法缩成一个点，而且呢，红色的圈圈跟黄色的圈圈，它们之间完全没有办法互相变化。在球上面的蚂蚁，它任何两个圈圈都可以互相的变成对方。这个它可以借由扩张去变。可是这个呢，怎么做？如果你不把圈弄断的话，那这个黄圈根本就不可能变成红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边会谈论，就是说这两个东西呢，它的基本群是不一样的。那到底什么是基本群呢？那我们现在要群的话，一定要定义一个运算，就是说任两个圈圈之间是怎么互相作用的，变成第三个圈。那其实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叫你要。这个我忘记那个名词叫什么，应该叫道路统合。总之，他的做法是这样，先固定任何一个点，然后呢画出一个圈，然后呢再固定任何一个点，再从同一个点出发去画出任何另外一个圈，比如这样，那圈一，叫什么 ？S 一啊，圈二 ，S 一。乘以圈 A 二，要怎么去定义它呢？我先从那边出发，你时间为零的时候那边出发，然后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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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一圈回来，然后到这边你以为到终点了，没有，你只你现在跑两倍的速度，你本来从这边到那边画一秒，你现在跑这边只画半秒。然后你再沿着这一个出发，然后你就会发现呢，在这个圈圈上面，这两个的连通变成一个大的圈圈。就是说，对这个圈圈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大的圈。而且呢，这个圈呢，跟这个圈跟这个圈都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一个在横的圈，不是一个穿过中心的洞直的圈。但是呢，你也把这个直的圈跟这个横的圈去做运算。刚才我举这个 torus 只是举个例子而已，因为我们这边所谈到的群都不是 torus， 所以我们现在也没有必要去考虑 torus 的基本群大概是怎么样子。虽然我们刚才对那两个圈去找出了它如何去定义它那两个圈的运算，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证明说它真的是一个群。就是它有可能不满足群的所有的定义。就暂且接受。其实要证的话也不是很难，但是它好像也没证。然后就 list 的一个表说 SON 的基本群。就是所有的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群啊，基本群是怎么样，是不是性质？我觉得就是他，我也没有认真去把每一个想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基本群，但是对我可以讲几个特例啊，对 SOR 比较特别，它。所有的 SO n 大于2都它的基本群都是0，那是因为你
任何的都可以，任何的圈你都可以一直说一直说，说完你说成一个点，他们根本就没什么有趣的。但是别说了，你是根本没办法把它说成一个点，因为球的话可以，但是圆的话不行。所以呢，对所有的 n 大于二，它的基本群都是 trivial 的是零。对 SOR 呢，它是可以定义它的绕数，就是你再绕一圈，那叫绕两圈，绕三圈，或者你是倒过来绕，就是负一圈、负二圈。那正绕两圈，然后正绕三圈，就是合起来是正绕五圈，所以它们加起来是五。所以呢，它基本群就等同于 z， 好 z 加，就是整数啊。就这么简单。好，我们现在可以讲一至六。好，他要讲一些什么什么 project spec， 可是他只是提到，也会觉得他没有讲很深。好，一至六就是我刚才提到 homomorphism 跟 isomorphism。isomorphism 的差别，定义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那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告诉我们说，两个蚁群之间它们之间的 homomorphism 的关系。因为我们刚才已经有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 isomorphism， 就是 Q1 同构于 isomorphism to SO。然后呢，他建立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例子，关于一个 homomorphism， 就是其实对更大的蚁群来说，他没有什么简单的公式去判断说他，比如说 SON 可以拆成 SON 就不能，就是 SON 是不是可以拆成某些 UN 或者什么更小的 UN 或者什么是不是同构的？就没有简单的公式啊，你只能靠一个一个去分析。那他给的这个例子，在量子力学里面很常提到。你知道电子，它有一个很特别的性质叫 spin。spin 它可以用两个复数来表示啊，就是考虑一个那个向量，它是 c 透过，而且它的长度是一。假如是一零的话，我们就叫 spin up， 然后零就是 spin down。那它这个在量子力学里面常常用到，它其实 spin 的物理里面，它用到的就是 SU2 群。这 SU2 群它可以跟我们平常所有的三维旋转 SO3。有某种联系，那这个联系呢？我觉得它的证明比较奇怪，就有点很难想象。但是，我有另外一个证明，我等一下再证，我先照它的方式来证。那它的证明呢？其实有点偷渡后面那个李代数的观念了。现在证明说，其实 SO3 跟 SOU2 这两个群之间呢，可以建立一个 homomorphism， 但是 homomorphism 并不是一比一的，也就是说呢 ，SU2 其实某种程度上比 SO3 更多，但是呢，它 SOU2 的一部分可以一个一对一的去对应到 SO3。他证明非常奇怪了，他说呢，他先说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 matrix， 它是满足这个性质，也是叫什么 self-adjoint， 就是它的共轴只会等于自己，然后呢，而且它是二乘二，那么所有的 a 就可以由这三个鬼东西来决定 ，a1 等于0110。
A total 零 负 I 零 I I 零 A 三等于一零零负一，这三个。嗯。他们说就只有这三个是他，他怎么？他没有说为什么就只有这三个。而且还要，他还规定 trace A 啊这里。哦，那我觉得是这样，你就 A star 是等于 A 嘛，所以就假假设它是 A B C 株，然后会等于那个共轭转子株 A B C， 对不对？株在这里嘛 ，A 在这里，然后全部共轭来，然后你一项一项去比。然后确实是零的话，你就知道 A 加数等于。然后你把这有一个给它消掉了，然后就原本是四个自由度，然后你有一个新的限制 restriction， 你就把这个四个自由度变成三个自由度，所以它基底的那个元素应该是三个。然后就是它定义任两个诶 meshes 之间要怎么做内积，你那个内积空间可以对任何的 vector space 它是做定义，所以说对如果有一群的矩阵呢，它构成一个那个 vector space 的话，那它也可以定义内积。那其实定义内积的方法不只有一种，那它用的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叫做诶。Hilbert Schmidt inner product， 就是其中一种定义那个 matrix 的内积的方法。定义是怎么样的？就是 AB 会等于二分之一 trace A。然后你就可以用定义去定义说这个的确是一个内积空间的定义，就算内积空间有一些公理，你可以去定义它。它在 appendix 这个 section B point six appendix， 它好像有讲到这个。然后呢，如果我们定义了 AB。的内积了之后呢，我们考虑任何一个，U 是属于 SU 部，然后我们把这个 A 或者 B 啊去做一个那个共轭，也就是说呢，我们把 A map 到一个它的相似的，把它定义为这个样子。这个运算的每一个 U 我们都可以定义一个运算，这个运算呢把 A map 到 UAU 负一的一个运算，所以呢它其实是把 A map 到 A， 就是把满足这些条件的你 map 到满足这些条件的一个运算。然后呢 UAU 负一，去做共轭转子，会等于什么？会等于什么？就叫整个倒过来，对对对 ，U 负一就是 U 负一再做共轭转子就变 U 了，应该是这样吧。对啊，对啊，就这样。而且呢，它这个 phi 呢，它把 A 的 vector space 送到 A 的 vector space 里面。那它
内积会不会变呢？ Phi A 是什么？就是 U 负一 A U 嘛，然后 Phi 负二是 U B U。 那这个根据我们定义嘛，二分之一 trace， 就有六个东西啊。然后这两个就消掉了，然后根据 trace 的那个特色，就是它可以左右交换 trace AB 等于 trace BA， 所以你就把这个轮换，然后 U 和 U 就消掉，所以这两个也会消掉，喂，所以它会等于二分之一 trace AB， 那。就等于直接做内积嘛，也就是说呢 ，phi 呢，它作为一个 linear transformation， 把 A 所处在的 vector space 里面的向量 map 到 A 本身自己，而且还保持它们的在这边定义的内积不变。所以呢，对任何一个 U 属于SU2 来说，我们都可以定义一个 phi of U。 好，那假设有两个 U1 U2， 而且 U1 U2 等于 U3， 那么 phi U1 phi U2 等于 phi U3。 Once we identify U R是 homomorphism， 我说 SU2。 他说呢，如果我们建立了这个 linear transformation 的话，我们也就建立了一个从 SU2 就对任何一个 U 我们都可以决定一个 phi。 那如果 phi 又是同构于 phi 的所有元素又是同构于 O3 的话，那么它就是从一个 U 从 U 设到 O3 的一个比较，他怎么 argue 说这个是 O3？ 对，他当然是 O3， 因为他保持内积不变嘛，而且这个基底的数目是3，所以他是 O3， 对，他在这个基底的定义下面是 O3。 你如果把全部的 A都以这个做 span 的话，就是你把所有的满足这个条件的 A 用这三个去做，比如说它是一个 A1 两个 A2 三个 A3， 加起来可以变成一个 A， 然后你把它用那个基底去写的话，那你所以这些 U 所以这个 phi 也可以写成一个矩阵，那这个矩阵一定又是 O3 里面的元素。虽然这样有点绕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成功的定义了一个从 SU2 到 O3 的 map， 而且呢它还满足群里面的变化的结合是不变的，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去说它是一对一的 map。 相反的，我们现在要证明的它就是一个二对一的 map。如果，也就是说呢 ，phi u 还有 phi 负 u 啊，是会是同一个 map， 就是会 map 到同一个 S O 三的 O 三的矩阵。那这个要怎么看出来？其实就很简单，因为这两个都负嘛，所以肯定是同一个，所以它对于 A 的作用完全都不会变，所以它就是一个二对一的 map。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我们来 argue 说它是 SU，SO3 而不是 O3。那我们现在证明就是这个 linear transformation 的 determinant 是一嘛，是最后一步。看一下，
AD 他们是，这是一至六最后一段。怎么说明它的底层是一？他说 SU2 是看 connected 的，所以呢，但是 O3 的话，它会分成正的 component 跟负的 component， determinant 是正的，还有 determinant 是负，所以它不可能在这两个 component 做一个连续的，你不能从一个连续的跑到一个不连续的，所以你只能设到一个 component， 所以它一定就是 SU2。好复杂，好快啊！好，就是说呢，我们建立了一个 file， 它是从这个 SU2 设到 O3， 对 SO3 的 insert， 而且是二对一的，也就是说呢 SO3 乘以就是我们知道元素为二的群只有一个，因为根据群的公理，首先我们要有单位元。单位元素，单位元素，单位元素，那你要有两个元素，所以呢，你这两个不能有重复的东西，有重复会怎样？你就乘一个反元素，你就会跑到另外一个不同的东西，就很糟糕。所以这个地方 E 也是 A， 然后 A 乘 A， 因为 A 不可能乘一边的反元素嘛，所以 A 乘 A 一条路，就这个就是唯一的 order 为二的群，这个群有非常多的名字，比如说。Z2、或者 Z2Z、或者 C2， 这些都是同构的，其实定义上有小小的不同，其实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我经常看到这个我也不知道哪里看到的，可是也有人写这个。然后 C2 的话是在点群的时候是跟集合有关的。CN 指的就是一个长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你把你原分的分 n 等分，然后他在说的 n 分之一 n 分之二派的旋转都会的集合就是叫 CN。然后它还同构于什么一负一然后乘法，所以我们这边写 Z 了。SO3 乘 Z2 会同构于这个地方，就是还是摸不着，同构于 SU2。 还有这个证明感觉非常奇怪，有点很难想到，我有一个精神上相当类似的一个证明，用四元素去做，我们可以谈一下四元素跟 SU2 的关系。好，这是乘还是夸大？乘就是群的乘积，反正是群的乘。群的乘积有学过吗？会吗？卡提逊 prototype， 对啊，也是卡提逊 prototype。反正就是两个 set。对，两个 set 去做乘积。怎么定义呢？定义就这样 ，G1 乘以 G2， 假装 A 这样了。假装你 G1 里面有 G1 跟 G2， 然后 G2 里面有 H1 跟 H2， 那你定义第三个 G1 乘 G2 给 G3 里面的元素就等于 G1 H1 乘以 G2 H2 就等于 G3 H3， 当你 G1 G2 等于 G3 的时候，并且 H1 H2 等于 H3，那它的乘积就是定义成这个样子，这是一个新的群的元素，也是新的群的元素，而且也是新的群的元素，那就分别把它乘起来就好，就这么简单。所以它的数 order 会是两个 order 的相乘。那你就不用挂号了，那个 D2 没错。对，那 C2 你就不用挂号了。如果我写正负一，就要挂号。然后等一下讲一个用四元素来证明，然后告诉你说四元素它本身是如何去跟 SU2 产生联系。好，
擦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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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